先生讲，会用给我一半哈，一撮时间吼。啊，因为咱的总理蔡其元吼有委托我吼，讲咱的迄个国歌吼，民政府的国歌，即马是暂时吼用迄政治人吼，嘿，医生吼，啊，伊嘛是一个音乐家吼，伊所写的。啊，我转去迄个网上吼，啊，去甲伊迄个截录下来。咱即马来甲分吼，咱每一个人拢一张吼，一张啊来，咱来是啊，稍微来甲练习一下，有一个迄个印象安尼吼。啊，我嘛是叫迄、那个、这个、这个礼拜吼，一直咧练习这首歌吼。啊，所以咱来练习吼。啊，因为这首歌是用台语的吼，用台语，所以吼，嘛喊你因你输蒙给喉咙遐个刷哩杀骨给。好，所以我用原住民讲哈，我说如果你还没有办法了解这个原住民啊、这个喉咙位的话，啊，对不起哈，因为咱用迄个台语来唱这个暂时咱暂代迄个国歌安尼啦吼。好，咱先来迄个甲读这个歌词哈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太平洋西方，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，代代伫遮伫生叹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伫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星。来做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吞打，但是春风吹吹又徛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徛伫遮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。是我心爱的国家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吼。啊，咱即马吼会用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请会用毋知用掠迄个音乐无？上网可以吼。是一个医生吼，啊伊我有听过伊的歌吼，啊伊是个反复吼，伊间奏以后吼反复伫迄个咱有点点啊两条线遐，虽然吼日子风霜安尼，啊甲唱甲结束安尼吼，咱即马来过来唱一届吼，来。好来，咱来。
搁一摆吼，哎、欸，你这琴这么样弹无吼？琴会用弹无？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吼，好，好，即摆琴吼，啊，即摆阿妈请来，来来先来动手吼。就是，哎、欸，有人帮我打开迄、那個、哦钢琴吼。咱即摆为头啊唱吼，唱到迄、那个，我会勇敢徛伫遮吼。台湾是一个美丽都市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好，间奏吼，我要有下间奏，间奏我会为头前弹吼，弹两抓。端两抓了后，咱就虽然历经风霜，为遐开始，吼，搁遐迄个反复，吼，啊，怎唱甲煞安尼，吼，好来。
最心爱的国家，最后一句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这首歌吼，迄个政治人医生吼，有另外无同款是第五抓甲第六抓吼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鞭打，但是春风吹又起，这是哆哆哆哆咪咪咪哆瑞，是安尼哦。啊，过来。这段吼，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用这里发，就是咪跟发有半音上了哈。我会勇敢站在这，哦，这个微妙，那个半音，咱来个关起来吼，那个无同款了吼，因为那个我会勇敢，那个吼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啊，头前是，但是春风吹又起，半音吼，啊，这个唱较准的哦，嘿，好，来，回头啊，过来唱一摆，吼，咱个十二点是不是？好，来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太平洋西方，善良单纯坚强的民风，代代地这地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天甲地当中，有日甲月，有天气来作伴，行过风雨袂孤单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鞭打，但是春风吹又起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虽然历尽风霜，受尽鞭打，但是春风吹又起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好，这首歌是安尼吼，安尼即时那的准备下课，好，好，好，这个好，稍等嘞，好。各位同心，咱大家感谢苏老师教咱教一条歌。哎，唱这条歌，我的心要卡，我台湾人就哭了，这边的心肉啊。三楼听了讲你唱这条歌，看起来有。因为我有一天我伫车底咧塞车，我要去找何瑞，我伫咧唱美国歌，啊，咧想咱哪会无咱的国歌咧？
我来唱这条歌，因为我感觉这条歌应该当代替，暂时代替咱的国歌。所以我来唱一届过一届，一直练习练习。那个歌词啊，哪有哪首？说说哭吧，哭吧，哭不停。我下了大人这里的排名，这里的可怜。我希望大家吼，把这个歌学，咱暂时来代替咱的国歌。我要甲政治人讲，我希望伊来甲咱演讲。啊，我想去找因老爸，因老爸91岁啊，过年后龙湾治水人。我足早就熟悉，伊见我3、4届。我读高中1年的时，高一的时，伊是初一啊。啊、我是甲大家报告讲吼，我唱这条歌的感受是足深啦。啊，因为咱大概拢用厝内字句代表，吼、哦，当然有伊的意义，但是不如这个歌吼，会当激发咱的意志，互咱较大家一直坚定的来讲，哎，究竟那么一条会当类似国歌的一条歌，因为美国嘛有一个《天佑美国》，嘛是。国歌的词，但伊星条词，因为吼，迄个气势较旺，所以用星条词做国歌。但即摆讲，我怎啊甲郑志云爸爸讲讲，为啥我会当吼，倒车改做一改变会较强烈无呢？吼、哦，因为阮郑志云讲讲，老人的人要用这条歌做国歌，要安怎改变吼，拢会使改变。啊，所以我想，我来甲秘书长建议讲，咱一直拢用。出来几句代替国歌是不太好了，啊，我建议讲是不是条歌，咱来啊变作暂代咱的国歌，啊，将来若是讲有一个吼、哦、真正专业的音乐家，是讲吼，那像迄个靠意义的有意思的音乐家吼、哦，一心为台湾咧想，啊，替咱台湾写一条类似星条旗的歌，咱再来。用起来做国歌安尼，啊，秘书长同意啦。我当场我就唱我听啦。哦，啊，伊秘书长讲，哦好哦，好哦，啊，我怎啊？拄啊拄着苏老师，我怎啊？拜托讲，咱即摆吼，即条歌教熟。啊，咱第一条歌，咱的台湾国歌暂时即暂代国歌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尽量找看咱的作者郑志仁会当来甲咱演讲无啦。啊，伊是讲伊对政治足失望的啦，因为过去伊的文、伊的作品哦，拢去民众提用，啊，但民众根本就无解决会，足无民主，所以吼、哦，伊讲足失望，无啥个去进行任何这个政治的演讲，伊硬去到处演唱伊的歌安尼尔啦。我想吼、哦，我听这条歌，我就感触良深啦。啊，希望大家吼、哦，吼、哦、真正好啊，珍惜这个学习的机会，了解讲咱台湾的苦楚。哦、用这条歌来激发，就是因为咱历经苦难，咱才更加坚定意志，这是足重要的。我希望讲大家吼、哦，那伫这所在有时间，甲我的祖国台湾有事连看个。阮大姊就我细汉的时候，甲讲这个囡仔讲，甲伊朋友讲讲，我这个弟弟甲人无共款，足有毅力，足坚强的毅力，足认真拍拼。我自细汉的时候，我厝边头尾拢足加学路，我因为我足艰苦，我5岁都要共顾婴换饭食啦，去看环境出来，所以我自我高中的时候，我就看讲吼，中华民国民党是烂党啦，乱党啦，伫中国吼坏事做尽，才叫中国人赶出来，那个台湾本性不改，不改台湾。看做一个好好的波导来建设哦，啊乱七八糟哦，我伫国中时，我就对国民党就反感嘛，啊立下意志讲，我今生今世，就是要甲中华民国赶走，是要甲国民党救落来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吼唱这个歌，有这个感受，甲这个感想，我是将我的感想甲大家分享啊，甲大家做报告，谢谢。
请苏老师来头前啊。好、哦，苏老师，谢谢。就想讲，咱过来唱一摆吼，够有时间。好，好，咱徛来唱吼，咱来唱，安尼为头啊到尾吼，来唱一摆吼，那就结束吼。来，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阿弟太平洋西风。善良、单纯、坚强的民风，代代的家的生团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徛在天甲地当中。有日甲月，有天气来作伴，日日风雨袂孤单。虽然日子风霜受尽挑打，但是春风吹又起。虽然坎坷的路一步又一步，我会勇敢站在这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想要一抓。台湾是一个美丽岛屿，是我心爱的国家。多谢大家。